明天是要飞去合肥的日子，所以可能就在飞机上睡觉。还是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笑口常开，心想事成，分享这个愿望给大家。昨天已经跟家人先吃个饭，简单的吃饭聊聊天，这是我们基本的家人有人生日的行程。其实，我其实就像刚才那样，我觉得身体健康还是摆在第一位，然后就是可以心情愉快，这样这是我的祝福大家，也是祝福我自己。我刚刚好像有稍微像一阵风看到他这样，我好像是看他的室内相机，对。皮肤好白，对，我有计划想去旅行一下，但地点还没有完全确认，对。